这一箱是上次去台中挑的枕头，还有床包。那床已经在我们的房间，床十二月初就来了，然后我昨天把它拆开。我本来想说要洗了之后再给大家看，但是我发现它包装包的蛮漂亮的，所以就想说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开箱的过程。昨天打开的时候就发现它每一格都是用这种麻布袋装的，就觉得还蛮特别的，第一次遇到这种床包是用麻布袋装的。这个就是他们家很有名的月眠枕，我当时其实是去看床垫，但第一个想要买的就是这个枕头，因为我很喜欢大的枕头，就我们睡觉的时候会左右翻滚啊，正躺侧躺，所以我喜欢大的枕头。然后它这个枕头套摸起来很舒服，它这个套子外面这一层套子是天丝的，出来给大家看，它里面这一层非常的，就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材质的枕芯。这个是它里面的枕芯，它这个枕头就是中间这边有一个凹下去的地方，然后旁边两边比较高，所以不管你要正躺或是侧躺，就都很符合睡觉的姿势。那它这边是长颈处，你看它这边就可以支撑到你的脖子甚至肩膀，睡觉的时候是
除了头部的支撑，颈部还有肩膀也很重要，然后这边是短颈处，然后除了它的形状之外，它这个枕芯的材质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就通常我们都是见到棉花或是乳胶这种枕头，它是凉感清水棉，它非常的细致，就是它的触感很特别，很像 baby 的那种枕头界的 baby 那种感觉。这个我跟我老公躺下去都觉得很舒服，因为枕头真的很重要，你买一张好的床垫你也要搭配好的枕头嘛，就他们是需要互相搭配的。然后下面是有加高垫片，就是你买一个枕头它就会有两个附赠，两个加高垫片，它是用魔鬼粘黏的，所以你在睡觉过程中它不会掉，就每个人睡觉的喜欢的高低程度不一样，如果你觉得单用枕头太低的话你可以加高。再来这个是被子，这个材质很舒服，然后颜色也蛮好看的，它是就是薄被，就非常适合在台南的天气，然后它是绿色配奶茶色的，我那时候看到这个颜色我就很喜欢。然后这个是奶茶色的被单，对，就是我一直想找奶茶色的床包，这个洗好装上去再给大家看，对，就是奶茶色的床包。下一个是淘宝的包裹，然后我买了两个行李箱，这个行李箱我本来想要让大家猜我们要去哪，但是上这支影片的时候我们已经回来了。对，这个行李箱就是两个白色的，然后它是一样的款式，然后它除了这样子轮子非常滑顺，可以360度转，它的轮子底下也有刹车，然后它这边还有提把，就是可以这样子拿，后面这边还有这个是饮料杯架，对，然后这边有拉杆，目前看起来感觉还蛮不错的，还有这里有挂钩可以挂袋子，对，两个是一样的，只是尺寸不一样，然后就是白色的，它这边是有密码锁的，这里就是有两道密码锁，下面这边还有一道，然后它开盒蛮好开的，里面的置物空间我觉得也蛮够的。来，转过去，好不好？不大。对。就是小。好。谢谢。姐姐，开。你信吗？爸爸妈妈，坐好，坐好，绑头发，坐好，不要再慵懒了，振作好吗？振作。好，你喜欢跑回家？好，这样你也喜欢我。
水。刷牙走够。你好棒，对。后面也要刷对不对？上面对，好棒。哎哎，开始啊啊！上面上面啊啊！嗯，兔嘴会了哦，兔嘴还对，兔嘴哦，对对，好厉害哦！再一次，兔嘴好厉害，再一次，兔嘴来。哇，棒棒！再一次，哇，再一次，哇，这一次好棒哦！再一次，哇，这一次，再一次，哇，再一次。厉害，再一次！哇塞，这一次，哇，这一次好棒哦！对，把头小心哦。对，很棒，很棒。过来吃饭，门关起来。
干杯哦！在铺上床包之前，我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家新来的这张床垫。其实我们的主卧本来就是有两张床，那这边之前会空着，是原本买的那张床，我不喜欢，所以把它退掉了。对，那就是需要再购入一张床，因为我女儿都跟我们一起睡，然后我老公又非常高大，我通常都是最后一个进房间，我每次进房间的时候都没有我的位置，就是这张床就被他们两个睡满了。这样，在这张床来之前，我有时候都会打开房门，然后去睡沙发，因为我不是一个躺下去就可以立刻睡着的人。对，我有一点睡眠困难，我需要一个足够的空间，然后安静，然后培养睡意，我才可以睡着那种人。我们家这张床就是 Love 它这一个牌子的，那我这张是撑腰乐眠床。对，就是比较偏硬的床。我们在搬到现在这个家之前呢，就是这边完全是空屋，所以我们连一张床都没有。那刚搬进来的那段期间，我们去试躺了很多间床垫，所以我很知道自己是喜欢怎么样的床垫。我自己喜欢的是偏硬的床，但是硬要带有软 Q 感，然后最重要的是支撑度要好。这张床是硬床，但是它是有弹性的硬床，就它是软 Q 的，对，就是睡下去你起来它会回弹的那一种。这张床是12月的时候就来我们家，所以我已经躺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觉得它支撑度真的很棒。床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支撑度，虽然我在家带小孩在家做家事，但我也是很长久站，腰都会很酸，所以支撑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张床躺上去呢，就会有那种你的肌肤，特别是你的腰的地方，都有人帮你撑住，那种很舒服的感觉，然后包覆感也很棒。我觉得如果沙发是客厅的心脏的话，床就是房间的心脏，因为我们人一整天有1/3的时间都在睡觉，所以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生活，直接影响到你的健康。然后这张床啊，它一来我们家的时候它是卷起来的，我觉得超级酷。它虽然是卷起来的，但它打开之后就是恢复原状。来帮妈妈一起铺，好棒好棒。这种低饱和度的莫兰迪色调，所以它非常耐看。你要跟其他你们家有的这种素色调的被单或是枕套组起来一起搭配都会很好看。被子的角落有一个他们家 logo 的刺绣，这个被单除了它是就是奶茶色很好看之外，它的材质非常舒服，它是抗菌抗螨的竹纤维材质。如果家里是有小朋友的爸妈应该都有听过竹纤维这个材质，竹纤维这个材质就是很多宝宝用品都是用它来制作，像我女儿很多衣服啊浴巾也都是选竹纤维的，就是非常亲肤很舒服。如果你们家是有小朋友容易过敏啊，身体容易红红的，也蛮推荐选这种材质的。这一颗就是他们家很有名的月眠枕，昨天有给大家看过。那我的话是睡短颈处，对，我老公是睡这里，他觉得睡这边比较舒服。
它的释放压力对于颈部啊、头部的支撑、肩膀的支撑都非常棒，而且它宽度很宽，所以不管你是要正躺、左右翻滚都非常舒服。对，像我自己最讨厌的枕头就是这种棉花枕，它就是躺一次它就会定型，你看躺一次它这边就会凹进去，所以它不会回弹，等于是你第一次躺的之后每一次躺你的脖子几乎都是镂空的，所以我现在睡这种棉花枕我都会落枕，这一颗就是现在拿来当抱枕，我没有在睡它。那这个月眠枕我觉得它又比乳胶枕更舒服，就是更有弹性然后更透气，所以一颗好的枕头也是需要一张好的床垫，这样互相搭配。对，那这边就是我平常睡觉的地方，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就睡在这张床上，然后旁边这边就是我老公跟我女儿睡的地方，就这张是 queen size， 可是他们两个睡在上面已经够挤了，然后我这张是双人床。对，那很多人应该都有发现我们家的床是直接放在地上，对，因为我们是有小孩之后才搬家，所以我们一开始搬来这边我就预想就是我没有要买床架，因为小朋友很喜欢在睡觉的时候滚来滚去，有时候就会掉下来啊，像这个高度它掉下来就不会有危险。然后我们的房间甚至除了床之外没有任何的柜子，就只有床然后放一个书架，就这样，很就是真的是睡觉的地方，我觉得这样是蛮安全的。然后甚至大人先睡着你也不用担心说小朋友会掉下去啊撞到柜子之类的。但是放在地上也有一个你需要考虑的地方是，如果你是住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像是北部宜兰，那你的床有可能就会受潮，对，可能就是要必须时常开除湿机这样子。但我觉得像我住在台南放在地上还蛮不错，就是很安全。这就是我们家睡觉的地方，两张床，一张是我的专属位置，这边是我老公跟小孩睡的地方。嘴嘴你好，嘴嘴你好，
头发怎么乱成这样？好吃哦，很吃，很吃。你看。好吃哦，的开动。你帮我看一下，哎，姐姐压在这里呀、啊。我姐姐。哦，蛤蜊很新鲜诶。又是干贝了。有啊。好吃吗 ？Q。Q Q。你看那个坐姿。翘翘。啊。你知道这里面有放什么？不知道。马铃薯。
哇！我的！哇！放我的！哇！放你电话上。哇！